白猴，大家晚安，我是老外福豆。您现在收看的是12月29号的元视晚间新闻。先来关心新闻提要。元旦连假第一天，不少人出游以及返乡，台铁、高铁几乎是班班客满，而高速公路出现车潮，花东地区也涌现人潮。新北市议员首次跨党派针对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条例举办大型的论坛，要广纳各族民众的意见。赛德克族人在南投仁爱乡的雾社举办碎石收获季的活动，这也是证明之后赛德克族首度举办的团聚祭仪。今天是元旦连假的第一天，天气很好，不少人出游以及返乡，台铁、高铁几乎是班班客满，而高速公路也出现了车潮。不过呢，一整天下来路况大致算顺畅，只有零星的路段走走停停，而高工局表示，很多人就是因为怕塞车，提前在今天凌晨到上午的7点，利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的时段上路，有效的疏解国道用路的车潮。元旦连续假期第一天，台北车站涌入许多返乡人潮，台铁、高铁几乎班班客满，而国道高速公路也出现返乡及出游车潮。不过一整天下来，路况大致顺畅，只有部分路段走走停停，时速大约20-30公里。包括国道1号林口到机场这边，然后国道1号，还有就是在中部的王田到彰化的路段。那国道3号部分只有在莺歌，还有国道5号的南港到平林的部分，现在目前有车子拥塞比较多人，不过也都是一些零星的路段。高工局表示，今天总车流量上看230万辆次，不过今天凌晨0点到上午7点，车流量就已经有29万辆次，比一般假日同一时段多出近一倍，显示不少人怕塞车，利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提前上路。而除了国道南下路段，从傍晚开始，国道5北上回台北的车流量也开始变多了。国道五号的离台北近嘛，所以它可能在南下部分还是会有一些车持续的从这边过去，那北上也开始会有一些回台北的车流量出现。高工局预估，明天31号国道车流量仍然很大，为避免车辆集中造成涌塞，建议往来中部地区民众使用国道1号，南北长途使用国道3号，短途旅次车辆尽量利用地方道路，以疏解国道用路车潮。记者赖淑敏、林国煌、蒋龙翔台报道。要提醒我们的用路人，外出旅游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因为呢，在嘉义的阿里山今天上午传出一起游览车与机车的交通事故，地点是在阿里山公路30.6公里处番日乡日安社区的路段，一辆搭载中国游客的游览车与骑乘机车的79岁老翁发生了车祸，机车骑士因为受到外力的重创，严重的内出血，送医急救后仍然不治。而游览车的部分呢，并未传出这个伤者。至于车祸的原因，警方还在调查当中。也因为适逢元旦连假，各地的油气区人车众多，民众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镜头转到台东，不少的游客想要迎接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就纷纷的往东部移动，抢在跨年的前夕，也趁着今天的好天气，东海岸台11线的成功花海区以及3仙台的风景区已经出现了观光人潮。元旦4天连假第一天，天气不错，东海岸一早就出现车潮跟人潮。像是台东成功镇美山部落由农会打造的花海，知名的3仙台风景，不管是沙滩或是通往小岛的彩虹桥，到处都是人。我们从台北来，然后来到台东就觉得就是很舒服很悠闲的。因为这里花海目前可能是因为天气或是一些有最近下雨的关系啊，比较开的没有那么盛大，可是就整片这边的造景来说是还蛮漂亮的。人潮多也让东海岸的商机热络，在3仙台风景区设摊的阿美族人表示生意增长许多。今天来的客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尤其是中午过后，然后这样连续假期其实对我们商店非常有帮助。另外受东莞处邀请，在3仙台风景区定时定点展演的艺术团的表演受到游客的喜爱，团长也期望可以将阿美族的舞蹈介绍给游客。来的今天是很特别，因为元旦前，所以说我们来这边好多游客来看我们的舞蹈，我们觉得很高兴很高兴。东海岸虽然车流人潮已经涌现，不过交通大致
顺畅。预估31号跨年夜将进入高峰期，提醒游客要前往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记者法务台东成功采访报道。每年到了年底，也就是12月开始，通常呢是梅花盛开的季节，而花期一直可以维持到下个年度的2月份左右。喜欢赏花的民众呢，就会涌入几个大家熟知的赏花景点。不过现在也有几个私房景点逐渐被人发掘，就像南投仁爱的新生村以及互助村，壮观的花海吸引了不少的人潮。不过前来的游客也表示，景点的动线上的规划还有待加强。走进南投仁爱乡互助村和新生村，满山遍野的梅花伴随着阵阵扑鼻的花香，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格外惊艳。视觉上也对这里绽放的梅花看得直呼过瘾，都觉得不虚此行。很惊喜，因为这是无意间发现的，非常漂亮。刚从惠生要回去的路上，然后我先生他就一眼望过来，就觉得这边一定有一大片，因为这边是属于国姓乡的边界，要到我们这里的交通很方便。我们这里的交通你直接从国道3号接6号，在国姓交流道下来之后，差不多在2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我们的部落来了。南投大家比较知道的是信义乡的风柜斗梅花，其实在仁爱乡互助新生两村的梅花却是内行的游客才知道的私房景点。因为知道人少，所以没有人车的喧哗。不过也因为缺乏完善的规划，游客们觉得还有待加强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点，我个人认为说应该就是要做一个规划的妥善的利用。可能去惠生的游客，你就可以把惠生的游客来这边的时候，先来这边做一个景点。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没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只知道怎么种梅子卖梅子而已。现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说，欢迎你们到部落来赏梅，然后只要你赏梅不采梅花，然后赏梅垃圾不漏地哈，其实随处都可以，随处你只要一进到我们的部落，随便问部落的村民的话哈，我们赛德克的族人，我们都会告诉你说，赏梅子的路线。由于仁爱乡互助新生两村的梅花，在这近几年媒体报道之下小有名气，慕名前往的游客也逐年增多。在地居民表示，目前尚未做任何观光的规划，未来也期盼能够发展部落观光的产业，但要先做好规划与配套措施。记者到南投仁爱采访报道。而现在赏花也能顺便了解地方的文化，因为赛德克族人呢就在南投的仁爱乡的雾社举办岁时收获季的活动，这也是证明之后赛德克族首度举办的团聚祭仪，族人欢聚在一起展演各项的传统技艺，并在这个竞赛活动中把族群的文化向下扎根。每年的12月31号是赛德克族的法定岁时祭日，依法赛德克族人可以享有国定假日一天回乡参加部落祭仪活动。而今年刚好碰上元旦连假，南投仁爱乡公所为了因应连续假期，特别提前举办了 Mugalas 岁时收获祭的活动。那这次我们是以 Mugalas 的方式来庆祝收获节的方式，那我们赛德克族能够借由这个活动呢，一起来欢庆这次的新年，这样子各个部落一起办活动，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很不错，团结在一起。Mugalas 是在赛德克族语有欢愉高兴的意涵，收获祭则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祭典。活动也安排了锯木、背负、抓猪等技艺竞赛，以及各项文化体验的活动、编织、捣米等等。不仅赛德克族人热烈参与，游客也借此机会认识赛德克族的文化。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了。那就看到这，你看到这个就觉得哇，就我们好像眼睛看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实际上真的要这样去做没有办法。除了传统技艺之外，各部落也展演了精彩的乐舞，欢度岁时收获季的活动。记者 No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而台东的卑南族各个部落目前呢都在进行年祭，当中的出路部落呢已经有超过30年的时间在大猎季的时候没有上山去狩猎。今年部落的青年会主动发起要恢复狩猎的习俗，部落的耆老得知这样的消息也感到很兴奋，不过也特别的叮咛青年要严守狩猎的禁忌。另外部落也担心年轻人对于现行的狩猎法规不清楚，还特别邀请律师来说明法规。
传统猎场哦，分布还蛮广的啦。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大家，就是要统一我们的猎场要在哪里去狩猎。已经超过30年在大猎季期间不曾上山狩猎的初一部落，今年第一次由青年会发起，要恢复以往的传统文化，用猎物来祭拜祖灵。老人家听了非常高兴，上山之前长老特别叮咛要严守狩猎禁忌。由于是第一次上山狩猎，青年对枪炮弹药等管制条例不是很清楚，出发前特别邀请律师做说明，而该如何处理捕获的猎物也引起热烈讨论。猎人文化最伟大的精神是分享的话，想想看这猎物要怎么处理才会达到我们原初的目标。小时候上去打猎是借着这个部落名义上去自己打自己的，就收起来，我觉得根本就不要办这种狩猎活动。毛弹药啊还是什么来呀，难道来呀？你看那别话啊，俺那话不会，俺那活着不会慢么？你看咱那不不那肉，你们那咱们打的，把什么玩意儿拉个那？30年前出入部落最后一任祭司不幸意外身亡后，家族没有人继承祭司的工作，目前由林万全长老代理。而每年大猎季，族人用买来的猪头作为祭司用的猎物，今年部落恢复传统上山捕猎物来祭祀，每个人心中充满期待。记者米将萨任夫台东北南采访报道。有来自香港的人权团体在今天拜访了位在新北市的三鹰部落，交换反破迁以及基层人民抵抗政府的经验。因为整个就是一行人手上拿着相机，看到充满代表阿美族的红色、白色、蓝色墙壁上的涂鸦，赞叹很有特色。他们是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总共11位委员，在香港都是关心人权、土地的议题，特地前往三鹰部落交换双方反破迁以及基层人民抗争的经验。在台湾这边的原住民呢？他们在如果土地征收方面呢，会不会也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政府只考虑发展，完全不考虑文化，也不考虑原来住在那个地方人民的生活。三鹰部落居民带着人权团体走访部落，也借由这次的交流，让他们了解到三鹰部落争取生存权、土地权的历程。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原住民居住上的一个生存，在三鹰部落一直以来就是如何使用这一块大自然的一块土地，然后让原住民都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在土地上的一个生活。横跨大汉溪三鹰大桥的三鹰部落居民大部分是阿美族人。1984年海山矿坑爆炸，许多居民迁徙到大汉溪河滩高地，自力造屋为生，但却因为位于大汉溪行水区内，在还是台北县政府的时期就被说是违建政府多次拆除房舍。三鹰部落居民多次原地重建，也获得许多社会团体的声援。最后经过多次的协调，新北市政府终于成立原住民安置推动小组，邀请当地住户、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局处室执行部落县住户安置的工作，将找一块邻近的公有地让三鹰部落移地居住。对三鹰部落守护家园的精神，让香港的人权团体感到敬佩。记者柳帅马耀新北市三峡采访报道。另外，新北市议员首次跨党派针对即将二读的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条例举办大型的论坛。由新北市议员一将八路儿中人达路斯、王建章以及李倩平等4位议员共同提案的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自治条例，在53位议员联署之下，9月13日在新北市议会一读通过。在即将进入二读之前，提案议员们邀集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首次跨党派、跨族群针对大型立法举办论坛，除了让民众了解详细的条文内容之外，希望广征新北市各地区族群的民众意见。已经完成这个提案跟一读的这个工作，那目前呢正在进入一个3个版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阶段，也已经有草案了，所以在做最后的协商的这个之前呢，我们也特别研商说，是不是我们再听听我们各社团的
意见。我们希望把我们所谈的一些议题要用自治条例来做这样的一个实现，所以呢，我们李家良议员跟我们建商议员就精心的策划这样的一个条例，好让我们在未来自治条例过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保障。论坛上所讨论的版本一共有14条条文，内容主要针对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族群的分布特殊性作为修正的方向。参与论坛的民众在经过逐条的介绍之后，表示肯定，也针对条文的内容提出了疑问与看法。我们看到目前的发动单位好像都是以协会，然后或者是同乡会。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在有关这个主体性的部分做一个界定，就是说类似这是阿美族的，那如果是自治法的话，就类似那种自治区政府的概念，可能在这地方要稍微，如果可以的话稍微强化一下我们的开放各机关的场所。我想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啊，我们应该努力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或者常态性的，比如说争取文化园区啊，类似这个应该把这个定下去，长期我们才能够去规划争取我们所谓的文化园区，也许10公顷，也许20公顷，这样让我们的碎石记忆等等轮流都拿在那边去体验或者去利用嘛。议员表示，与会民众在论坛上所提出的意见都会作为往后草案修改的参考。目前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发展自治条例有3个版本，包括已将巴鲁尔宗人达鲁斯等议员提出的版本之外，还有新北市议员杨春妹以及新北市政府所提出的版本。为了维护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的发展权，除了目前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等既有的保障法条之外，新北市议员积极的订定自治条例，要加强市府对新北市原住民族人的文化政策。记者丹尼弗赛新北市土城采访报道。立法院在28号的时候，有一群远从宜兰南澳北上的泰雅族人，经由立法委员孔文吉召开了一场宜兰大南澳地区的地方建设协调会，因为居民发现当地水源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预拌混凝土厂。我们要知道，因为你你的关系，所以造成了我们南澳乡乡民要几年的这种健康的影响，跟我们这些有机田有关于精致农业的这些影响。他第一个威胁，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利益，再来就是因为他的自私心在作祟。包括刚刚我听到各位的这个说明，如果我们在预拌混凝土厂临时性的，这个是临时性的设置上面有任何可以再改进的地方那我们愿意来改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就必须要重新再评估我这个预拌厂我要设在哪里所以刚才有几个自然田的几位有代表有发言嘛，所以这个你要通盘的去考量一下不要因为工程的一个施工一个进度你就忽视了这整个程序。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南澳居民向政府提出抗议，不满混凝土工厂建立在南澳当地的私有原住民族保留地上。由于厂商疑似是苏花改部分工程的承包商，立委孔文吉呢当场要求交通部立刻停止预拌厂的任何运作，并且立刻研议如何拆迁。针对发生恐吓乡民的事件，立委孔文吉也提出送交政风处惩处相关失职的官员。你可以代表吗？高雄市桃园区宝山部落的假日市集在今天在宝山国小举办了开卖记者会，假日市集即将展售到明年的2月底。不过呢，有摊贩表示希望可以永续经营，市府方面也回应要视情况而定。宝山社区布农族人以舞蹈歌声要告诉大家，宝山部落的假日市集29号上午正式开卖了。为了重振88重建区的观光产业，高雄市政府原民会举办假日市集，市集内有美食、手工艺品、农特产品以及布农族舞蹈的展演。摆摊的居民期望市集能够带来人潮，可以永续经营，再次活络部落的观光。我这边卖的是我们当地的红头菇，还有羊奶头，都是野生的羊奶头，然后我们自己去挖，自己去拔。对，
今天的生意不错哈。哎，谢谢。要来广吗？说以后固定。很养生的，非常希望。高雄市原民会主委表示，桃园区宝山里因为特殊的高山气候，孕育出丰富的农特产品。我们之所以会愿意开这个所谓的假日市集，是早期藤枝二集团这个地方哈，是非常的受到很多的游客的一个喜爱。那八八水灾之后呢，因为道路的问题，所以有没落了一段。那后来我们发现到是说，原乡部落不能没有原住民。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就想尽各种的方式来协助原乡整体的发展。高雄市原民会表示，宝山部落假日市集除了市府经费的挹注之外，台北市政府也捐助了170万元的善款协助成立。市集每个周末上午9点到下午2点展售，将会持续到明年2月底。2月底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市府表示还要视情况而定，目前还是未知数。记者母丁高雄市桃园采访报道。有出版社记录了17位创业人士在花东地区辛苦奋斗的故事，集结成册之后举办了新书发表会。精致的手工织成的原住民服饰九一代，还是化工细致的原民风手机壳和帆布鞋，十分吸睛。这些都是由经济部东部产业技术服务中心的计划协助之下，小有成绩的创业者产品，在出版社的协助之下，记录出版了17位创业主奋斗的故事。其中有3位原住民族人创业过程也收录在书中。身为萨克拉雅族女婿的吴大伟，因为妻子开设工作坊的关系，开始协助行销工作坊的作品。这九一代也是原住民第一个拿到这个专利权的一个商品，最早的想法就是原住民有14个民族，那我们把原住民的服饰把它做成了一个礼袋，很多人拿来送酒，除了送酒，他可能放花东很有名的麻吉，或者是放糖果来做一个礼袋，那这个礼袋出去之后呢，就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个人文的特质，还有在地的元素跟科技的含量，这两个我们把它巧妙结合起来，我们在花东地区推动了相当多的这些微型企业，他们创业跟他们的一些小故事，把梦想把它一步一步把它实现了。除了手工商品，也有咖啡产业。来自台东金峰乡卢凯族的罗中辉是从事咖啡产业2年，离乡背景20年，退伍后才开始学种咖啡。因为觉得家中的长老无法再工作，又不想浪费家中的土地，决定投入咖啡的事业。前面的时间我在当兵当20几年，那退伍之后呢，想要找一些第二个工作这样子，那我就想一想，农民们。像都有种咖啡，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人去带他们去做一些后置的处理，目前还是以我们这个卢拉克斯咖啡这个产销班为主，以后我也不建议他们就多几个产销班，就是以我们为中心，整个金峰乡的咖啡就是由我们这边来去做一个共同的管制行销。这17个故事的主角，有的是土生土长，或是游子返乡，或是外地移居，不同的生命经历，有不同的人生风景。他们默默耕耘，认真逐梦，带动东部更具创意的产业面貌。记者陈立武、吴刘赛，台北市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年入冬最强的冷气团将在今天晚上的下半夜来袭，跨年和元旦更是冷飕飕，北部低温下探10度以下，中南部地区只有11、12度，一直要到元旦过后，温度才会有回升的机会。元旦连假第一天，一大早还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不过好天气恐怕无法维持太久。入冬第一波寒流最快在29号晚间报到，全台都会变成湿冷的天气。就是越晚越冷。明天一早起来跟今天的温度相比，就会有很明显变冷的这种感受哦。尤其是明天白天的高温跟今天一比，大概会有8到10度的这种落差。跨年湿湿冷冷，元旦早上升旗活动恐怕也是一样。参加跨年和升旗的民众，围巾帽子统统不能少。目前这一波冷气团正从中国大陆北方逐渐接近台湾，30和31号影响台湾最明显。北部低温将下探10度，中南部11、12度，一直到元旦过后才会回暖。星期一的清晨，西半部。
普遍性的低温大概是10度到11度，其中嘉义以北沿海空旷地区还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那周一是跨年夜，气温虽然不至于像星期天晚上那么冷哈，但是低温大概也是只有12度到13度，所以参加跨年活动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这一波寒流也因为水汽够，高山地区在30和31号将有机会下雪。另外，若要迎接元旦第一道曙光，气象局预估因为云层较厚，恐怕得碰碰运气。记者张子佳台北报道，为您整理明天的旅游气象。如果你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袁氏，欢迎拨打袁氏的客服专线0800-211-000。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老外福德，祝你一切平安，再会。基督降生。